辆车这样的过，那你呢？那你呢？会不会跟着我一起走，寻找着那黑暗里唯一的星空？双旦金曲乐团宇宙人2024最后一天，也要在台北陪歌迷跨过2025年，准备我们招牌快歌的一个主曲。对，然后到时候会表现给大家。你给我们双手，我们给你 disco。台北市跨年晚会公布第一波卡司，从人气天团 Energy 到摇滚乐团 Trash 合体趴胖团带来独家合作舞台，还有韩国女团 A Pink 来助阵。阿妹德雷是在大巨蛋的室内场地，那我们跨年其实是室外。台北两地拼场，阿妹十二月跨年场闯进台北大巨蛋，就歌迷一起跳起来。我还要再跳，想家的心情，情感好像可以飞。阿妹解锁大巨蛋陪粉丝跨年，平头五月天则卡为桃园棒球场户外开唱，南台湾高雄交给小猪罗志祥。专场演唱会与各县市跨年场比人气，更要比知名度，找大咖加持，炒热2024跨年夜。竞选陈真佳、童燕宇，找不到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